陈总，陈总，最近我去看窗帘啊，怎么发现很多颜色都是米色系啊？那叫安全色好不好？一辈子都不用换的颜色，春夏秋冬都可以用的。所以一般人家里的窗帘一辈子换几次呢？几乎没怎么换。我看日本人都常换窗帘，可是这样常换窗帘不是就要锁来锁去的，这样不会坏掉吗？哪会，根本不用换轨道好不好，只要把布料选一选，咔咔进去就好了。春天一套春天的感觉，夏天一套夏天清凉的感觉，冬天呢暖色系多温馨啊，哪像呢一个颜色走遍天下，叫米色 DIY Highly。